所以就係、是，所以成件事個重點就咁樣俾佢先就。而重點從來都唔係我嘅衣著，我著裙定係著褲，嗰條裙幾長幾短，甚至我嘅內褲究竟係咪真係有鬆脱，都唔係重點。因為進步，甚至在過程之中刻意使用令人難堪的手段。
追究黑幾細暴力，追究黑幾細暴力，跟住咧，亦都係出現咗有一個搜身嘅三級制。咁
而呢個過程裏面咧，我哋亦都將呢啲事情咧係上報咗喺香港簽訂咗嘅協定公約啦，同埋係消除一切歧視婦女嘅公約啦。咁喺嗰度咧，喺聯合國咧都有報告嘅，咁亦都有得到委員會嘅一啲嘅一啲嘅建議嘅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喺過去嘅十年咧，我哋係慢慢咁樣改善。佢陣間會去同大家分享。我作為佢哋嘅代表律師，我作為女小姐嘅代表律師，我喺度就會喺度諗，其實女小姐係一個化名，我哋從來都冇講過幾時、時間、人物、地點受咗傷害，男手足、女手足，全部一齊出嚟啦！你同我手牽手一齊出嚟。跟大家講什麼是事實，什麼是大話，我們要告訴全世界人現在警察做了什麼。怎樣用自然的他對我們在背後做什麼，我們要告訴全世界人。我一定会，我好希望我哋跑到去终点嗰一日，会同大家一齐喺煲底下面可以除晒口罩，去尽情咁样喊，去尽情揽住大家。我哋俾多一次掌声，女小姐，第一个愿意去行出嚟嘅香港人。
在这里，我很想借着我们每一位受足的口，去跟一班受害者，一班勇敢说出来，或者现在继续默默承受这一切的事。再见。我知道在这段时间里面有很多的手足，因为不同的情况可能要先在家里休养一阵，再储气再走出来。但我想说的是，我们其他人会跟他一起面对，一起努力，我们不会放弃，是不是？五大诉求，在今场运动里面，我们看到有很多性暴力的事件，我自己所